唱个歌，我想问一个问题。怎样？怎样呢？这边，哎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在那边跳舞？我是小雨，我在练习舞蹈，因为之后就那个。二六有人接吗？我接了，我接了。他好在的，修好车厂的，里，我还在找他呢。好的，好的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不要！干嘛？怎么了？我又没有干嘛。你拿着枪，我吓到哦。我没有，你不要乱讲哦，你幻觉哦。就我的车子不能改轮框啊，然后喇叭也不能改，很多东西改好像都没有那用要带我去看一下。哎，这医生是不是新来的？哎。好像是，他好像也有，就是他哎，好像医是生，专攻心理医生啊。医生，哎，怎么了？对，哎，你叫什么啊？我叫吴套套啊，你可以叫我吴套。吴涛，你怎么了？好，那你有你没有为一什个么要兄嘲弟笑我的啊？名字？没没有，有我啊，只是问你有没有兄弟啊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我以为你有一个兄弟叫钟初。哦，所以他们兄弟俩在一起，不要就会偷变笑。成，不要乱讲，你现在讲就要踢毽子喽，就会变没有没成有，吴我涛先走吗？啊，我去吴改涛车了。踢毽子是不是？不是，哎，你不要乱讲话，你去跳舞，去跳舞。吴涛中出这个兄弟的名字。谁的车啊？都没停好。好像没有必要执着这个吧。老板娘，我等等再找你。哎，然后你四要人去座是不是？哎，哦，没有，我只是看是不是四人座而已。那后面到底可不可以四坐？人座，四人座，不行不行后不面行，会不刚会才闪甩光下已经来啊？试过了。后面会不会甩下来？对吧、啊？就看到没有满就先进来了。哇，第一次上班看到这么多医护哎，好开心啊！然后打喷嚏哦，哎呦，我的天！这谁的车啊？停在门口。还没，我要等人进来，等别人把人接回来，来看蛋蛋切除手术。物品哦。学长，学姐，嗨，怎么了？我这儿有个刚裂的。刚裂？是啊，是啊，但他一直矢口否认他自个儿刚裂，我想他可能是害羞，快回那来可把裤子能脱掉检查看看啊！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跟你说，他就是不相信我这新来的医术。我想说，大家如果有其他的学长姐在，他可能是比较安分的。我的没问题啊，妈！带回来这个一定要检查，仔细的检查一下。他屁股好是的，不是一好直的，流血？我的妈！破了一个很大的洞呀！那肯定裂开了，赶快带回来，赶快带回来！来了来了，我要送你回去。你这肛裂的毛病不赶快治治是不行的，你这以后要装人工肛门。我的天就是头撞到而已，你轻。
掉，漂亮。来来来，下车下车。不是那个。你走慢点啊！走慢点啊！走慢点啊！肛门会裂开啊！走慢点啊！操你的！哎，你好，学长，学长，学长。哎，你这你这……哎，你的无线电记得关啊！你这个毛病，毛病。你无线电啊！关了，关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这肛链的毛病可千万不能脱，快来，快来。就跟你说是头撞到而已。如果你们刚刚你们那个乱开医药费，我是要消基会投告的呢。某某们，你看我们已经请自最资深的学姐来了，学姐啊学姐。阿花。没有，我头是你我头撞到，他意思是我肛裂啦，你们这个是新来的是不是？啊、你屁股就流血了哦。你看错了，那个是我头上的血滴下去的。他已经跟我刚才不是给我照片说你屁股流血了。没有，我就头撞到。学弟学弟，这是学弟还是学长？嘿，是，我是学弟。你帮他把裤子脱下来检查一下。我先拍个照，等我一下。我屁股真的没事。刚才你那个什么垃圾小姐，垃圾小姐不是也说你这一屁股坐到了那个红色的杆子上去了吗？他根本没看到啊，他那时候去牵其他东西了。那我看你这肛门，你不得不把裤子脱下来，好好的检查检查。好了，裤子脱了，裤子脱了，内裤也脱了。没脱。检查一下他屁股有没有流血。你们这样子，我要投告你，投诉你们啦！你们这样性骚扰我、啊。怎么性骚扰？有病就该检查哦。屁股没病是头流血，冷静点。特地是学长来帮你检查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哎，垃圾小姐，垃圾小姐。我来了，他肛门没事吧？你在现场是不是看到他坐一屁股坐在那红色的杆子上了？我其实没看到哎、欸，不过刚刚那个人说是。他妈，事发现场、啊。这位病人不要出力，不要出力，传单上方都是血，不要出力。操你！下上去啊、哦！我看他走路挺坐。哎哎哎哎哎！不要在医院打人。不要再说我肛裂了，冷静点。你怎么可以在医院打人？躺好。好啦，我错了啦，等一下赔医药费给你的啊。啊，学弟，他是肛裂还是肛门流血、啊？我只看到床单上都是血啊。不是头上有血。你只看到血而已。对啊，怎么了？那、啊、你怎样？头发骨折哦？没有哦。那他可能，那、啊、你屁股才还能用力吗？直接把车开走，从那滑下来撞到手。我屁股就没受伤了、啊。那应该不是肛裂啦，我觉得应该是屁股那个撕裂伤。你听他在那边乱说。撕裂伤吧，那可能是痔疮吧。我屁股没事。啊，就有流血，你还硬要说没事？你屁股就流血了，肯定是撕裂伤哦。啊，你肛门还能动，就代表你没有肛裂啊。不要，老板娘。我屁股真的没事。没事啦，你要擦一擦就好了，别担心。啊、外面讲没事没事，你别担心啊。撕裂伤的药，等下再开给你啊。你回去记得自己擦你的肛门啊。啊哇，我平常对你应该也还不错吧？我医药费都给双倍的呢，让你一人一半呢。哎，那您刚才还揍了我一拳，那一拳怎么算呢？那一拳，好了，我们等下再研究啊。先开医药费给我。开药开药。要保重呢，点点。我真的没事，记者。我就帮你拿个肛门药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子飞会被选到这个医院里面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会救急肛裂术。我没有肛裂。他是专门在研究直肠科的。他需要一点自尊心啊。所以他对这个方面比较敏感，你要相信他。咱们别提了，别提了。没有啊，重点是我跑步坐下都没事啊。他一直说我有事，我头上这么多血，你们都没看到吗？好，那你知道癌症也是需要时间才可以被发现的吗？我帮你擦一擦啊，擦一擦，没事了啊。就这个休息个五个月啊。保重呢，哈。五个月，五个月。点。好好保重啊。哎，好保重。出院的时候我再跟你说医药费就好了。啊，你钱记得给学学妹啊。好的好的，还是我先给你、啊。没事没事啊。
先给我啊，那这怎么好意思啊？那你刚才那揍我一拳，你打算怎么算啊？你刚揍我那一拳，我现在鼻子很疼啊。没有啦，我刚是脸上蚊子，我帮你打蚊子啦。你这蚊子打的力道实在是太不符合常理了。没有啦，我手上我这个弱不禁风的，你轻轻点，不痛啦。这样子好不好？我就也不跟你多收啊，我这 就算你就，我也不能说出去，到处都说你刚烈是吧？我就算你挫伤了啊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没刚烈。好好好，你没刚烈，没刚烈啊！别说了，别说了，那越说越多人知道了。我靠你！那你就这刚烈啊，对不起，这挫伤算你3000啊！你刚那揍我一拳啊，算就打给你打个折吧，收个3000，哎，就收个4500好了。我选择死亡啊！你直接把我杀了吧。你说我们这医护人员啊，这是特别特别爱好生命的，是不会做这种事的。没有啊，你知道我最近才刚买房啊，才又买了摩托车，我现在总财产不到50000块啊，你这样就要收走我大概快一半的财产了。您这数学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您的总财产有5倍。啦，说错了。数学好小，也不好使啊。我们班上好热闹。不然这样好啦，我就再给你打个折，就收个4000，不能再更低了。好啦，总加医药费4000啦。对，加医药费4000啊，你等等，你再躺躺啊，再躺个5个月就可以出门了啊。好的，好的。多少钱？对呀。啊，你刚刚去哪？啊，我刚刚在门口啊。哦。朵朵超强的啊，拜托，他超适合做各种职业的。说什么？我说点点叫我给你东西。啊，我说给我什么？这个。哎，学长，学长。哎，是。你要不要跳一下、啊？学长，不好意思，学长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就是顾着照顾病患，没有空跟你自我介绍。嘿，您怎么称呼啊？我叫做子 V。哪个子哪个 V？ 紫V花的紫V。紫V花是哪个紫V？哎呀，你们这儿没有产紫薇花吗？怎么每个人都不晓得紫薇花的紫薇呢？我就是紫薇花的紫薇，来自大明湖畔的紫薇。好的，紫薇，我叫小心肝，你可以叫我小心或阿心就好啦。小心啊，好的好的，小心学长，小心学长。那不要穿高跟鞋啊，走起路来伤脚啊，而且你又那么高，要抬头很辛苦哎。学长，我这个人不穿高跟鞋不会走路呀我。哦，好吧，好吧，可以，可以。那学长，我们没事可以加个电话吗？这样我方便跟你联络。好啊，你的电话多少？我加你。我的电话是344-88。344-88，4000是吧？来，4000块。来柜台跟我来柜台收费。紫薇，4000元。我发现你们收费很不标准哦。我上次头痛才1000-2000，这次头痛你说我4000。哎，你这哪是头痛？你这不是刚裂吗？不是，是头痛。别讲了，别讲了。屁股完全没事，你一直说我刚裂，你轻轻点。留点耐心给他吧。哎，谢谢阿姨。我跟你说，垃圾小姐，走吧，点点走。你很皮哦。垃圾小姐越来越皮哦。还是得好好的关心他的内心，他的内心还是不承认自己有刚烈的事实，你要得多多注意啊。好，好了，谢谢医生。不要让他久坐啊。好的。多喝水，不要久坐啊，要记得哦。啊，按错了。哎。啊。
你们医院火灾啦！火灾啦！什么？你学妹是不是要被拐？哎，这先生，先生。先生，嗯，先生，您说哪儿火灾了？你里面火灾了，你去看一下。先生，先生，您跟我来。哎呀哎呀，天哪天哪，医院火灾了，医院火灾了。哪里？里面里面。火熄了，火熄了。先生，不是啊，这是那个我们记者老汉的车。那我刚才看到您的拿着一根棒棒在搓他的车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哪有啊？怎么可能？他的车我又开不起来。他开起来了，好，开起来了。有点奇怪啊，老汉。有两个证人哦。有上锁，为什么现在又打得开？有点奇怪啊，这个。然后刚刚就在这里，地上这一根是什么东西？这样子真的不行，因为都有人来围观啦，有其他民众来围观啦。你刚刚想对我的车子做什么？没有啦，就算了。这种事是不是得先报个警啊？刚才我们的医院里面被丢了一个。不要老是，我不是要报你报这个警啊，我是说我们医院刚才发生火灾了，得报警的吧？路人接过，路人接过，不是你们事，路人接过。消防局啊！不要乱拿枪，不要乱拿枪，我会怕。老汉，你可以载我去拖吊厂吗？我刚从医院治疗完。是不是坏了？你干嘛、啊？哇塞！有点奇怪。现在是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我在赔偿你一点。这位先生，这位先生，这位先生，怎么了？您可不可以给我一些线索啊？您刚才跟我说我们医院火警的，那您有没有看到是发生什么事了呢？我刚才看到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鬼鬼祟祟的，我刚从医院躺着出来嘛，你也知道，我就出来就看到那有火，然后我就看着一个紫色衣服的人往医院外面跑。是紫色衣服的呀。对对对，然后骑着一台紫色摩托车跑走了。先生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。您叫什么名字？先生，您叫什么？我叫嘻嘻。嘻嘻是吧？嘻嘻先生，您上次那个。上次那个脚你是不是没治好就走了？有啦有啦，那个谁啊，你们小姐有来帮我治疗啊？有是不是？好的好的，那我知道了。您说那个紫色衣服的是吧？好好，穿着骑着紫色的摩托车跑了是吧？穿着紫色衣服骑着紫色摩托车直接跑了。你这个嘴巴里面塞的蛮多东西的，听起来挺好吃的。嗯，好好。刚有人报警吗？有的有的有的。哪里失火了？哪里？我们医院刚才失火了，大厅失火了。哪里？灭了吗？灭了吗？洒水器已经洒下来了。洒水器已经洒了吗？自动启动了。对啊，自动洒水器洒下来了。好。啊，外面。刚才是那个一位叫做嘻嘻的，他跟我说我们这失火了。可是我们都没看见，一转头发现已经是熊熊大火了。真的啊？好吧，你那边不是有一个那个灭火器的吗？怎么用啊？是的，是的，我就来告诉远景，怎么用嘛？您可以教教我吗？咱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训练呢。有啊。怎么拿？教你啊，过来啊，是不是？把它给拿起来啊，拿起来，有了，有吗？朝这个火源的根处啊，有吗？给它喷一下，火就灭。我好怕。别怕，那个。远景，远景，远景，那好大一把枪啊！
没有啊，没有，你看错了，你看错了。远景，你那太大把了，我受不了。你别这样说，别这样说，这样会了吗？这样会了吗？啊，还有一个，不是啊，我有个重点要跟你们说啊，失火报警没用啊，不要报警啊。不不不，我是来跟你说那个纵火犯的特征。哦，好，那麻烦你那个纵火犯呐、啊，纵火犯人说他不是、啊、不是他说，您说您说。我没有看到哪里啊？哪里烧坏了？哪里？他刚刚这儿发出了火光。哦，这里啊。是啊，是啊，好像真的有哎，一点点哎，这个叶子好像黑黑的。是啊，是啊。那你跟我说一下特征好了，是谁？他的特征，听说是穿着一个紫色的衣服，骑着一台紫色的摩托车跑了。穿着一个紫色的衣服。骑着一台紫色的摩托车，而且是位女性，对吗？是吗？我不太确定是不是个女性呢，因为这个特征是那位嘻嘻告诉我的。啊，那她布料是不是有点少啊？是不是？什么东西有点少？就是她衣服的布料。她倒是没说这，那她就说就是一个全身穿紫色的人，我也不晓得，因为我也是没瞧见呢。啊、可是这你没查见的话，咱们也没办法，知道吗？哎呀，真好吧，好吧，必须要你亲眼看见才行啊，好吗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那你就再麻烦警员帮我们多多注意啦。好，那你待会要是有看到了的话，你再报个警行吗？咱们马上就来。好的，好的，警员，您平常说话就是口音吗？啊，没有啊，入境随俗啊，咋了？啊，谢谢谢谢，我感觉特别有亲切感。啊，不会不会不会，走了。谢谢啊，谢谢远景，谢谢啊。警官大人啊，灭火器去哪买啊？啊，灭火器啊，不是啊，灭火器那里不是就有了吗？跟你说了、啊。不是，我拿不起来哎、欸。你用力一点就行了，你可能手不够力啊，单身不够久啊。好啦，那您去忙吧。拿不起来啊。不行啊，骗我。您拿得起来吗，学长？拿不起来啊。那警员是糊弄咱们呀？感觉是啊，因为我插这个边插的没地方插啦，从来没拿过啊。我看这个那个警员八成也不是个什么什么认真的警员，告诉他已经告诉他特征了，竟然跟我说没得抓。这边警察也怪怪的啊。学长，学长，你当这工作多久了？我还是有点不熟悉呢。我也才三天而已，最近都在看擦擦玻璃呀、啊，今天出去看看动物，就这样而已了。看看动物？对啊，野生动物啊，鹿啊，兔子啊，猪啊。您的兴趣是看野生动物是吗？不算是哎，因为。早上没事做，就去看看动物，采采样本。采采样本？您是在做研究的呀？是啊，挖挖一些动物的大便啊、皮毛之类的。那学长，您这兴趣特别奇怪，那您的手离我远一点，别摸我啊。有，我都有洗手，您不用担心。好的，好的，那学长，我先去上个厕所，方便方便啊。好的，好的，我都在这上厕所哎。哪儿啊哪儿啊，饮水机吗？没有啊，饮水机是洗手的，在这儿，我都在这儿上厕所。那这不行的，不行的，这是咱们女孩子没办法在树上上厕所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就去上一上，很快回来啊。这声音我不行，谁啊？你说朵朵？啊，平时声音很好听，故意的。还是你说我？我怕我声音又太小声，等一下哦。枪用手枪，起早。
对啊，他用他正常声音聊天起来会很恐怖，我完全不敢插话插嘴。不过很快融入啊，但我不太行啊，我比较怕生。我来记一下哦。对啊，怎么可能那么快好？还要再一阵子啦，没那么快好啦。大面积挫三伤千块，四肢骨裂4500，胸部挫伤2500。头昏脱水1000。哦，那好难记哦，如果真的钱开的不对，会被反应。洗手机前洗手，应该照理来说，比较皮的男生都会做过啦。啊，只是不肯用热水洗啊，是不是？感谢发喽，枪伤。学长，学长。还是。您的尿尿是吗？没有，我在抓虫。虫？对啊，最近我都有在照顾盆栽，就一些毛毛虫、害虫啊。难怪这盆栽长得是欣欣向荣呢。老班没事就擦擦玻璃、照顾盆栽啊，外面指挥交通啊，看看动物啊，就这样而已。这样特别好，特别好。那我就也哎，学长，你走路怎么一跛一跛的？你被院长用他的跑车撞一下肚子试试看。我的妈呀！我已经被他撞第二天啦，还没好啊。看起来特别疼呢。超疼啊！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蛋蛋被割掉啊。你是不是偷笑啊？你小心啦，这咱们这医院听说有一些黑医啊，他们说会帮别人割蛋蛋、割剥皮。有，他们都说晚班特别特别恐怖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啊？我不是啊，我这个人特别善良、正直。啊，你要去巡逻的是不是？是啊，我就想，反正现在也没事，我就东到处晃晃，说不定能遇见病患呢。好好好。啊，不要创造些病患出来哦，会被骂哦。没事儿，没事儿的。好的，好的。您要做什么呢，学长？嗯，钉钉墙吧，擦擦玻璃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我们医护局的环境维护就交给您了啊。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路上小心啊。好的。啊，生意兴隆，发大财啊！发大财。我应该其实等一下就要去睡了啦，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晚班他们在干嘛。GTA 看不懂，这不是 GTA， 这已经是角色扮演了，会播到几点？最晚也是12点吧。那应该就不会怎样了。我感觉我比较像水电工欸，有没有？观察动物，好啊，我们去看动物。我是感觉医院有人就是待命，感觉会比较像医院啊，对不对？嗯，
早安，早安。有没有什么类似整理病床的？所以到底直播到几点啊？我刚不是说最晚12点吗？我刚刚没有说吗？先睡了，晚安晚安。有什么动作可以？情绪、手势，一站都没有啊，这个我都试过了啊，引起注意，考考不可能啊。